先帮你害了，一共我不别我看到你那个多大我都玩了，我的爸妈的那农民不少人没活了些啊。南当这个人必须给判他行个行个害，判了判了必须要来的呢啊。那这工人我用的来这捞呀，天门的鸭子不能比个鸭子要肥呢啊啊啊！我心里那那不难带皮啊。对的，我就帮着孩子的，一共我不别我没得来走啊，来走。七零我的七走啊，七走。工龄我的东走东走，三零我的三走啊，三走。七零八五的，我听不懂他比啥的呢啊？对对对。鸭都会要你呢，对吧？帮我他们要你，我都连你不让再去啊！对对，一峰哥，我阿没来的，可以来的给你啊！一峰也买错些么样子啊？开始一等很等，可以来买几多给？还不得那个不努力才子呢吧？就在我家买过啊！我弄到我家买买，那一部这个本土嘛的来的。一峰哥，可以吗？我那接待一峰哥那咋咋谈嘞？可以弄。哎呦，一峰哥这个是本土系的，你那个来是不来呢？啊！这个不能公安没孩子呢，这个是本土，这个本土那脱离不了。不，我说的吧，是名声里面的呢。这个本土个，当当那个那个哪个当当那都的呢？不有啥嘛，你那一部他不的嘛？哎呦，我那他不的话，这怎么样做？你问我，这个本土给买东西，你别那样的，你给他红贵多少钱呀？说明你我家都看东西，不能那样，不能肯定的噻。我说你这个，啊，我的地方蛮大多，啊，没得呢。弄西屋跑那个东西，把主播跌着呢。啊！你帮我弄，你拉土给他那吧。啊！说他拉土给他那吧。啊！你帮我给放着他。想做那么多西屋吧？呵呵，拉土给不得拉了的呢。你怕他费那么多呢？你还拿得来的吧？这他没得名望的。那今天大舅在说那个罗的，钱给他涨个那么点罗呢？阿个罗真真真点罗呢？啊！钱的话，你给我看罗多。别在这里养老鱼，因为我的屁里不闷，他们养多，洗得不板板的。嗯，那你肯定都你过。啊对了，这六八张嘛，搁这屁了。接了，我都连着了去。六八张啊，把屁股给干净点，六八的洗了快去。哎呀，这呀这路不走，给发呢，给发。哎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我的啊，来的。开心干嘛？我的爸爸我还能给人家干到主角，你看不看？嗯，我信嘛，天嘛就是那个房子嘛，就上个那个，老皮老皮嘛，就改多了。我操，拉的皮，拉个的房子肯定比大些。我家没听到，我们三面口。老了，他一拉，大不了买不了，吃了么就喊他了个。嗯，阿瑞把拉伤心个事情。